叶海，你说我们是天煞孤星，还是命里必有相冲？哎呀，谢安飞，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啊？人家是看流星，我们家居然下流星，哎，真是神奇。阿姨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找过个高僧。哎呀，安飞，你千万不要那么迷信啊！人家说啊，这是陨石，陨石啊能够保佑人的一世平安。你可别相信什么陨石啊，它们里面主要的成分有溶液和酸盐。哎，张阿姨啊，你说你也真够幸运的，它砸下来的真是石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你说吧。哎，这个啪一下子砸下来，我正好在房间里，却没砸到我。砸到了阿飞的房间。我要退房租。砸中这一些，我马上过去。果然是叶海的得力助手啊。那请你帮我转告他，我在找他。我要是找不到他呢，你我还是可以轻易找到的。我一天找不到他，我一天就来找你一次。林小姐对在下真的特别用心，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也很难转告。你就不怕我去找安飞吗？叶海，出来！叶海，看吧，空的。喂，段西川，你有空吗？林小姐，你也听到了，我女朋友打来的。你？女朋友？喂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开了个玩笑，别在意啊。喂，喂，生气了。流星雨真的蛮灵的嘛，女朋友。安飞啊，你的被子褥子放哪儿啊？稍等。别打了，这么晚。需要的时候见不到人影。你也不看看，都这么晚了。要不你把被子放阿姨房间，哦，还是放小叶房间？你们俩凑合一下。啊，他
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怎么可能睡在一个房间啊？哎呦，咪咪啊，是不是妈妈那个眼睛花了？刚刚还在楼梯上看见他们，是不是？佳怡，放我房间吧。想得美。我睡客厅总行了吧？这行。哦，这行。好的，咪咪，我们去收拾了啊。阿姨，我得搬出去。冲这件事儿，我帮你们解决了。噔噔噔噔。这啥呀？让我穿上幸运大裤衩，你穿上白的，叶海穿上红的，你们俩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。嗯，阿姨，我真的不能跟他一起住，要不你把房租还给我，不然我把咪咪扔了。别！冲动是魔鬼，女孩子千万不要冲动，听阿姨慢慢跟你说。穿上它，保证你万事通畅。任你言行。几笔小人，包揽整套花。真的跟他一模一样。这样吧，你穿上它，如果三天不好使的话，把房租还给我。到时再说，到时再说。哎呦，小叶啊，你正好在这，太好了！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你好好劝劝安飞，阿姨正好帮你们想了一个特别好的招，化解矛盾。我们俩没矛盾啊。没矛盾。嗯。啊，没矛盾。那好的好，那你们俩就好好谈谈啊，好好谈谈。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咪咪呀，我们走了。不过咱们俩有件大事没办。给我抹布干嘛？呀，你看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觉得是抹布，穿上裤衩。我不穿，我内裤只穿这个牌子。哎，对。阿姨都说了，你不穿上我得搬出去。我穿。啊，不过呢，咱们俩喝牛奶的事儿能不能继续？嗯。哎呀，阿飞，我提醒你啊，你是个科学家，你得注意，要科学，不要迷信。
走。上次羽毛球没有打成，这次的自行车可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。你又在作什么？折腾完羽毛球就折腾自行车，哎，你是想把全世界的运动器械玩一遍再说吗？来来来，坐下。不是，这么好的一个自行车，你加个后座太难看。现在买不到中间带杠条的车了。你需要这么怀旧吗？你没有别的车可买吗？你看过《甜蜜蜜》吗？不喜欢看爱情片。站住！去实验室啊？走着去太远了吗？走两步就到了呀。那也远呀。不远。那么近坐什么车呀？你看你昨天晚上就这么走掉了，后来你阿姨还有点不高兴呢，你有没有跟她解释啊？我忘了。好了，我帮你解释了。我说你室友可能出了点问题，你后来去找你室友了。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昨晚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是需要去接谁吗？啊，没有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呀，吃早餐吧。哇塞，原来只是早餐啊。对啊，干嘛这么惊讶？哎呀，这又不是什么多贵的东西，大惊小怪的你。我大学四年从来没有一个人买早餐给我。那是因为你大学四年从来都没有早起过吧。我哎，刚才说到哪了？哎，你就是明天你还拉我不？啊，我们刚刚在说这个吗？对啊。拉，当然拉了。拉几个？什么拉几个？你是砖头啊，当然就拉你一个喽。你就说我重要呗。重要。走吧。
你在看什么呢，傻丫头？林总，您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地方吗？林总，我就知道，哪怕蓝港的实验停了，莫博士也会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的。好像林总应该是误会了吧？虽然我们现在实验进度是放缓了，不过我们实习生的培训还在继续，我们对新能源的储存技术的研究也在继续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项目的预案工作要做。我只想了解核心的项目。那林总，你说吧。安飞也不是外人，他是我们的内部人员。我怎么记得他联系的船只被拦截过？况且他好像是预案组的吧？这是我副实习生吧？我只想跟项目的负责人聊一下。柳博士今天不在，我想你们之间可能是有一些误会，所以我单独来。我到这里了。林总，我们现在实验的勘测部分呢，都是由柳兰来负责的。如果你想了解的话，我也只能告诉你工程的进度。而这个部分也都是由安飞来采集各个部门的信息，包括科研日志。所以你真的想了解的话，也只能由安飞来向你汇报了。那安飞，你跟林总说一下我们实验的进度，包括你采集的数据状态，还有地质分析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三台光束声纳仪的波形所代表的结果。我也会讲一下最近卫星传回来的资料，还有水纹上的数据。哈，对了，前两天还传回了两份岩层测绘图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跟我说些让我听不懂的了。所以这些后面怎么用呢？林总，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做实验是赶早不赶晚，好像差了一分一秒，成果就会让给别人。不过现在经过这几天的事情，终于让我明白，哪怕我们晚了别人一步，也比呈现出一个千疮百孔、漏洞百出的结果要好得多。我们波塞冬实验不会停止的，之后我会找一个更加适合的实验田。比如？没有比如，我说的是之后嘛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蓝港一个小小的高频事件，怎么可能影响到整件事情的发展？这也太好笑了吧！小小的高频事件，你是对柳兰的勘探经验不信任呢，还是太听信于身边人的意见？林总，我只相信自己。再说了，我希望以后实验室技术层面的事情，林总还是不要横加干预的好。柳大研究员，好久不见。我们见过。去找董子龙了。一直找我有什么事？您都敢只身来我这里了，我想您一定知道我想说什么。你刚刚叫我研究员？大西洋纳勒斯实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叫您研究员吧？我们都以为柳大研究员不会再回来了。那只是个失败的实验，
不值得被记起。想必这一次您回来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吧？一边是沉重的回忆，一边是能让您重回巅峰的学生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没有误会。3年前，我们所有人都敬仰的研究员，最年轻有为的领头人，柳兰女士，为此实验室花了7天的时间，就提前提交了整个实验的安全预案，3个月就出海勘探，对您技术升级的那些勘探设备还做了周详的分析。效率高，范围广，危害大，这很符合您六大研究员的野心。你跟我说这个，是想让我说什么？对于实验的失败，我已经做过阐释了。就这份解释说，什么都没有开采出来的报告结论，您可以去拿去糊弄所有人，但是我们整个工程预案组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的结论。工程预案组，您没有必要再为多年前的过失所遮遮掩掩，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。你应该是找错人了。你所说的事情，我不太清楚。不清楚。这位先生，无论是我的初衷，还是我接下来要进行的实验，我所坚持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能够开发出更先进的储存技术。我是失败过，但是，并没有发生任何不良后果。看来你是怎么都不能承认了，是吧？那我帮你提个醒吧。波塞冬的实验还要继续进行下去，而且我要保证顺利进行。对于你们的遭遇，我深深的表示抱歉。但是，我真的不清楚。你强行使用高频，你就是想让木良失败。我是想尽一切努力让他成功。先生，你是在工程预案组，这个部门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整个实验，你应该是误会了。横加干预，我干预什么了？我干预？难道高频的世界你之前都不知道吗？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我只关心你们快不快，有没有效率。南安飞，既然林总不知道高频是什么的话，麻烦你跟他讲解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听他说？我不要听他说。那我简单说一句吧，这个呢，能在最短暂的时间最大的范围内进行水测，但是一大片的海洋生物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我没听出来有什么问题啊，林总，现在的海洋问题不能跟20、30年前相比了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盯着海洋的环境问题吗？我们研究这么久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跟以前的技术有个分别？所以现在实验暂停了，那后面的工作怎么办？我说了，我会找到一个更加适合证明储存技术的实验田。莫博士，这是一道选择题，不是问答题。实验能不能进行，行还是不行？那不行。那如果是高层的决定呢？也不行。都什么时候，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架子？我相信瀚海也是不会同意的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安飞是吗？
叶海是你的什么人？是你的小狼狗们就呼来唤去的，真当自己是叶家人，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是吗？好了，我觉得今天的谈话，林总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们当叶海是怎么知道的高平？怎么了解到高平人员名单吗？这个人他叫董子龙，之前冒充过记者出现在我们的发布会上，多年来牺牲于环保极端组织，破坏了不知道多少个勘探项目。安飞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在发布会看到他在门口拦着他，质问他一下。叶海三番五次的去实验室找你，紧接着摄像头拍到他跟董子龙前后脚进入了数据中心，紧接着一大波数据丢失，你跟叶海又出现在港口，叶海跟董子龙见面，又海又去接你。莫博士，那天晚上你也在吧？我还真是挺佩服林总的逻辑性和你强大的消息网啊。两次叶海跟董子龙见面，你安飞都在。莫博士，你说他是内部人员，我看你与其做什么数据比对分析，你还不如先好好看好你的内部人员。哼，林总，你真的是太高估我和叶海的关系了。哎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，但是我一向就瞧不上读不懂数据报告还有听不懂数理化的人。你当然像林总对金钱数字这么敏感的人除外，如果你是想要强行的开发或者调配人员也罢了，像我这种预案部门的人无所谓，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说到我和叶海的关系，你不要因为你对他下不了手而对我砍刀。好了，安飞，我想林总应该知道我们大概的意思了。很多问题不是单单选择行或不行就能解决的，而且我这么听下来，好像林总和叶董之间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吧。至于我们现在实验室如何运作，或者是说储存技术会不会运用到大面积开采上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当面拒绝过柳兰一次，同样的问题我不会再拒绝人第二次。请吧，林总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我跟你说，他要个不是来找你的，他就是可能找不到叶海就来这里找麻烦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接下来我们实验不是要下水训练吗？那也没事，反正也是你的强项，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吧。那你呢？我你不回复吗？没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吧。我就是想法太天真了，我总觉得大家都应该跟我想的一样。那你觉得柳博士的想法和你一样吗？可能我真的认识他太久了吧，总会有这样的错觉。错觉。好了，哎，你培训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吧？啊啊！哎，我们一起看电影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来了，今晚看什么？我这搜的有灾难片，还有爱情片，看什么？灾难吧。我就知道，喏，选好了。那可以。好了，上车吧。
莫良哥。嗯。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啊，我是不是开过了？哎，我前面掉头啊。算了，我不去看电影了。啊、要不你把我放到那儿，我自己从这儿走。啊，好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那你小心点啊。大爷，我看您有好多碟片，还都是珍藏版呢。你很喜欢看电影？嗯，人啊，经历多了就想看别人的故事。那你最喜欢看什么？嗯，喜欢看文艺片，还有爱情片啊。哎呀，您才是一正常姑娘呢。你说什么？正常姑娘，跟安飞比起来。小叶，小叶，你真是一夸人呢，让人心情愉快。好吧，阿姨啊，就奖励你一下。嗯，来，我找找。嗯，哦，在这里呢。电影票。哦，这个年代还有这么传统的纸质电影票，一定是经典大片吧？嗯。干嘛，叶海？你现在就打算天天闲置在这个破屋子里面陪这个姑娘聊天吗？姑娘，你自己说的。安飞也在啊。你们又不住在一个屋子里，他屋子不是砸了吗？他住你的屋，你干嘛让我睡客厅呢？反正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真没用。对了啊，实验暂时停止了，我找不到你的路了。哎，小叶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愚蠢！别忘了咱们俩的事儿啊。这儿的生活你适应不了的。太愚蠢。我很久不喝可乐了。那一次，我很自信我的设备，所有的数据返还都证明，那就是海星器的位置。所以，我很快就确定了工程预案。但是有人告诉我，海星器附近发现了其他气体。我的判断很有可能是错的，而且有人对负压测试提出了质疑。我做过很多次模拟测试，从来都没有失败过。你看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要重演墨西哥湾的悲剧，他们都盼着我失败，但是我还是挺住了。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。可我还是不明白高平的事情，不会跟你没关系吧？纳勒斯实验是对大西洋能源带海氢气的一次探索，对采集海域要求很高。那次我为了效率也使用了高频。你现在可以怪我，但我不认为我有错。这次也一样，要不是叶海扣押了设备，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。